和心都是你的名字，轮回彩蝶花间自缚，织就春蚕丝，剪不断共缠绵，生生世世。今朝与凤行，来日步步停，相逢有期，沈离告退。从他出场到每经历一个阶段，其实从服装在妆发这个造型上面都有一些设计在里面。我小许啊，滨海的小许。李总好久不见，张总好久不见。去钢铁交易会其实穿的是最主动的一个，选择的是一套红色的衣服。我要借多少？300万？没有，10万。200万？借钱的这段时间是一个什么样的装扮？刚嫁回春，那他一下一夜之间暴富，在扛这些债务啊，扛很多官司啊，这中间其实他的性格变化，从外在的造型这个穿衣风格
以及细到他的口红色号，包括他的这个耳环，其实都有很多的变化在里面。我看过一些，比较喜欢，都挺好，一直让我会有一些想法在里面。他的其实小说原著的小说会更复杂，体量也会更庞大。追寻内心所在，认真去看见自己，你就能看清世界。海伦·凯勒，直视真我，放胆一搏。可能是月亮不会眨眼，星星不会说话，让你觉得孤单啦。可能是太阳熬夜太晚，运动门都太懒，忘了帮你变童话。是我本是温柔，相思斩不断化作
隐身战机对中国人来说是新生事物。China Air Force, you have entered China's air defense identification zone. 除了试飞，没有别的办法。We can come and go whenever we want. 怎么飞？让我的这些弟兄们怎么飞？西方四代机对抗我们三代机。世界前往泰森打一个初中生的不费吹灰之力，必须尽快交出杀手锏。隐身外形，复合材料，超音速巡航，还得有个好发动机才能干出来。飞机是设计出来的，更是飞出来的，所以你们是会飞的设计师和工程师。车坏在马路上能修修，飞机在天上。谁的命不是命啊？可你是名军人呢、啊，性命加使命才是我们的生命。报告完成任务。我不能不飞。我是试飞局第82名试飞员雷宇。我是试飞局第81名试飞员邓放。高英俊、夏鹏飞、李小航，以前失去的。我们这代人要拿回来。我们一定会把最好的隐身战机飞出来的。绽放。